电信、台湾大哥大还有微保。所以如果是这三家以外的话，就是目前并不支援。那所以其实你很努力的，就是想要就一直想要加寄简讯、寄验证码给你的话，你应该还收不到。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 Google Pen 的新增事件。那你只要在它的Pen 的部分的话，你只要任意点击一个时间点的话，你其实就可以做新增事件的动作。这就是点击后会出现。那如果你点选了编辑活动详细资料的话，你可以做更详细一点的设定。如果没有点击的话，你就最简单就是在你点击的时间内会出现，然后你可以设定就是这个事件要建立在哪一个 calendar， 然后还有你要做什么事情。那如果你把它编辑详细一点的话，你可以选择更详细的时间，然后这个事件会不会重复、地点，然后还有详细的一个详情说明，然后还有接下来就是你的提醒方式，然后隐私权的设定。然后最后就是你这件事情要不要跟其他的使用者就是做共享，你要不要新增。那接下来就要讲到开发者，好像不要在那边休息啊，好吧，休息一下，那就休息一下。